小天是有眼的，要拼城了。看中路谁能先靠过来，骚粉选择先拉开啊，是一个一打一先啊，想 Q 上 Q， 哎，安就是靠得过来骚粉的。那这样安就过来之后，小天跟骚粉扭打在一起，奈特这边在赶，安就先交一个闪，小天这边闪现，魅惑还在手里，安就这边非常冷静，中期杰斯就能玩。想来了，疾跑，没爆，还没爆，终于爆了一刀，一上来闪现一刀，砍死了。很急，哎，砍死。最后一下会被换，好像 A 了一下，真的有点容易死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就爆了一下，谁开？没砍小兵，没砍小兵，但就是没爆，就是只爆了一下。但这波赚的是经验，这两波线。哎，这个位置开到了，哎，但是回身有一个火箭支援过来了，这昂只能反向跑位，因为能拖到时间在等队友，看纽约加强炮。都来了，队友都来了，还在捏。这个时候蛮子旋风斩被打断了，但蛮子有无尽的怒火了，大招开出来，小天过来了，这两个人只能撤了。但小马看到狼头已经来了，哇，扭曲空间非常准，直接晕住了等晒。黑暗物质砸到了这个人头，而且幸运横扫还把伤害打满了。最后一个黑暗祭祀又下一头，经验有差距了，是的，差了一级半。来看一下，主要在这里还扭了一个加强炮，哎，扭一下，踢走，但已经有大了，无所谓，就是在等队友，而且自己也不贪，也不上去多 A 了。对，一下子就 A 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扭曲空间直接晕住两个人，我的妈呀！啊，主要小法最后还一个 R 收头，是的，最后是一个能量杰斯这个发育，我觉得打龙团更成问题了。他这条龙要来，上路这个塔掉了就玩不了。哎，这波小法是有闪现的，但是好像接不出来了，被控死。哇，最后是昂从下路过来找了波机会，如果因为他也没有水银鞋嘛，他这波抓完是有机会接这条龙的。小法师有 TP， 但是只能踢塔，来得很慢的。 Jack Love 做了个眼，但这波狐狸没大，所以看一下滔搏怎么选。打果子一起下来 了，小天这个位置是没有闪现的，金克斯给一个火箭把对方的血量消低一点，小天是有幸运护卫的。 Jack Love 的侧面被换风给稍微阻挠了一下，小法踢上路的线了，上面两个人又扭打起来了。威武的这边水手开了疾跑，点一个赞旋风斩，一刀两刀三刀直接拿到人头，这点一个现在开了狼头再往下靠，看两千吃了第一波伤害，但这个扭曲空间放的有点好，又晕住两个人，幻风直接被打出来的一个暴风雨刃，真有说法。再来看一下刚才野区这一波，又是小法师及时赶到，哎，反手一个勾，然后往后面一个大断后，然后狐狸这边是觉得小法来可能不会这么快，但开了一个狼头，跑得很快，又不是一个拖到后面很厉害的阵容，而且真的中心很依赖杰斯的这个 poke， 哎，这边有机会踢出去啊。上来闪现 RQ 进化解了，但是没有机会活下来，硬伤害灌死了。小法师过来被昂的一个大招给阻隔了，再一个天一波挂到，但不可能踢上去照戏。哎呀，先锋指到了，但指了一个蛮子，效果非常差。永双这人没有盯住人，魅惑的小天，小北这没闪现的，直接能量爆裂配合点燃把这个人头拿到，而且这边奥也被打出一个闪现，可是打了一个向外抹冲，先往后拉，把这边开着疾跑，再一个旋风斩，一个一闪灭世掉到了减速，两刀，还有无尽的怒火，我的妈呀，这个蛮子，掉到了必死。再来看一下刚才先是野区指上去了，但是发现指的是个蛮子，有点不明智啊，因为这边是过不来的，杰斯是肯定过不来的位置。然后正面 buff 非常果断，闪现 Q 啊，配合上小法师的一个伤害，疾跑一开，黄蜂贴脸，再来个一闪现，一模一样，他这个 W 捏到最后，就是你回头躲，但现在蛮子已经来到了正面，而且骚粉这个位置其实挺危险的。如果泰坦先手一个勾，哎，来了，真的是太先手挺危险的。是的，现在看狐狸，哎，这边开的还可以，找到机会了，把奈特秒了，但是蛮子在侧面，蛮子这边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场，哇，狐狸有点变形了，确实赛哥最近没有这种待遇啊，是的。就是过了一个后墙，然后魅惑到了，大招想留奈特没留住，昂自己的位置很危险，昂这边是没有一个闪现的，
骚粉这边在打小天，小天这边被啊没有接到 Q， 被闪现躲掉了。正面奥已经因为这个扭曲空间直接被击杀了。那正面现在是一个五打四，而且微微的狂风上去砍骚粉，叫一个灭世之后再旋风斩。骚粉可了一下龙，但是没办法，小天打到他的头了。把他顶住这个口子上来，一个 R 给到杰斯，板子又来了，而且疾跑还开出来了。算了，不上头，直接劝退，拿一下火龙，就像这个续刃。先是想开奈的没开到，然后反手被扭曲空间给定了，好像最后一秒都被定住了。我看这边，他是接到夹子，绝活者手雷，夹子关键呀。然后看一下，看，哎呀，直接又是旋风斩，黄蜂一刀又走了，两刀砍死了，两刀，哎，砍不下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正面看到杰斯没在，德善也是能顶啊，德善走回来了，真的能忍。哎呀，又是碰到了女塔，要秒了，换一下治疗。小法师这个位置没有给大招，刚才换风也被打了一套。哇，这是一个 Q 的伤害。东一塔怎么办？在旁边蝴蝶还在藏着，但现在蛮子要靠过去了，看到了。不给你守这个塔，蛮子把这个针眼砍掉。正面狐狸找了个机会，小天幸运护卫开出来，活下来了。而且中路的防御塔被打掉了 ，Jack Lam 带着火，感觉这个一丝血的三个人，小法。冰看能不能清一下，但小法这个位置太难受了呀，你不敢过来推啊，有点。哎，闪现一闪还带中了，但是没有人能跟伤害。盲僧上这边看的勾断了，巴克这波好帅呀、啊！虽然红绳烫死了，但是正面再看他们有点上头了。他交闪，他想杀了幻风，然后触发罪恶快感，交闪直接拉扯打到底。蛮王来了，但蛮王这波没有疾跑的。其实小法只要有穿透伤害就不对，小法是这样的一个英雄，他的小法穿鞋，哎呦。闪现勾到了，果断。昂、这边交了一个闪，没有死。侧面骚粉这边被打跑了，扭曲空间这边直接把幻风的大招给逼出来。蛮子转进去直接开始砍德善，大招加狂风，直接是把杰斯加莱昂纳全给收掉了。蛮子，安卓这边还能找机会，但是被泰坦勾墙给化解了。安卓这波没大了呀，那只能看骚粉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没有视野。龙打掉，而且小法在看着他们，流畅，真的流畅。又来了，又找机会，但是这个位置是没闪 的位置，但是黑暗物质把对面给卡住了，而且正面微弱的进去，这一刀是什么伤害？哎，最后被换了，到了，但是他一刀砍了幻风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血量，半血多。我远古龙这边小天状态是不佳的，全看骚粉了呀，骚粉，但骚粉这边没有闪现，我觉得要抢有点难度的。这一勾，但是扭曲空间把德善给定住了，德善闪到脸上想要操作，不过黑暗爆裂阻止了他操作的空间。再来看一下，刚才应该是先看这个蛮子哦，一个人就进去了，又是一个地点减速。哎，这波踢的有点，其实有点慌了，一开始闪现往后拉有点慌了。你看他砍这个侠一刀，我有600，漫天飞雨，有点没看懂。时候说实话，就算是你先杀一个都打不过。奈特这边直接闪现过去打伤害，德善这边差一刀，狂风触发了远古龙的斩杀，拿到了这个人头，直接要开上来了呀！直接冲上去把阿给挑起来了，阿这边也被远古龙融化。最后的深海冲击给到的是骚粉，骚粉这个位置走得掉吗？板子上来再一个 W 没有点子到，但是被张鑫拿到这个人头，这边还有一个幻风，幻风这边还有大招，但队友已经全都倒地了。最后剩下微博的双 C 在塔前苦苦支撑，威尔的这个位置大招结束，但身上还有一管的怒气。狐狸上来想偷掉他，但好像机会比较渺茫。那最终随着哭泣的阿布布的表情亮出来，杰克拉比斯说追幻风追到水泉里，而且还不放过他。小法的 Q 技拿到这个头，而且帮队友亮回这个倒数大拇指的塞拉斯。一波，中上一波，他不回来，他还不回来，可以一波，他不回来的，他回来，现在，先打，两都稳一点，两路差不多，他路差一点，看路集合，走吧，看一下，哎，这样可以一波，AD没闪，一波了，救一下，二三。这么简单吗，兄弟们？有点简单。可以，下一把，上看。
这里可以冲啊，这里可以冲啊，快攻，可以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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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可以看我，我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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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后来了，狐狸王，慢慢攻。盲僧死，盲僧死，一波吧，一波一波一波，慢点慢点，一波一波。我没有上路线，上路线，上中路线，中路线，中路有，中路有，来来来，一波一波。狐狸没大了，狐狸没大了。AD 有闪 ，AD 有闪 ，AD 有大，小心他二闪。AD 没大，狐狸没大，狐狸没大，一波吧，一波吧，一波，狐狸没大，狐狸没大。不要管一波了，一波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北伐成功了，别南征了，北伐，别南征了啊！奈森，奈森，奈森。